另外，国民党保新乡东部开始在进行这新古林的主委交接，由着乡代表谢新春来接任。这县东部主委谢碧仪，伊嘛特别前来观礼感高，伊是期望这新任的主委会当延续着以往主委因优良的传统，服务民众，了解着民意，更加侪人会当认同国民党的努力。这场国民党保新东部主任委员交接活动，就伫保新农会来举行。由现任的主委张基文交接予谢新春，这新会商团的时刻，未少地方人士拢到场来参加。新任主委谢新春表示，将会秉持以往主委的精神，为乡亲来解决问题，为民众来服务。了，咱这个广东部谢主委，阮大力算亲党的，我相信呢，中华有一个谢主委，保新有一个谢主委呢，我相信呢，两个来合作，两个来共同呢，为着这个地方基层呢来打拼。我相信呢，咱国民党呢，就会更加进步啊！咱这个基层呢，确实对咱党来讲嘛是真重要，因为咱基层听到就上基层的声音，因为咱的面顶拢听袂到。我相信哦，我伫担任这个主委任内呢，我会尽量呢扮演着这个桥梁的角色。而且，这广东部主委谢碧仪是特别前来观礼感高，伊是期望新任主任会当延续以往主任的优良传统，服务民众，了解民意，予更加侪人会当认同国民党的努力。真欢喜来参加保新乡东部，阮的主任委员来交接。咱原来张总干事张主委表现真好，也因为任期的关系，顺利要交予咱这个谢新春代表，我家己的总长。要担任阮这乡东部主委的这个职务，希望以伊的人脉、伊的智慧、甲伊的关系，会当开拓阮东部伫保新新的这个领域甲境界。啊，我同款的心情为中华全面付出，因为咱中华囡仔一定是这个感情。希望追随这个社主委，甲咱带领，予咱的保新更加顺势、更加发展。透过新会商团的交接活动，广东部是基本保新向东部会当秉持热情，也个服务的精神，和民众会当认同国民党拍赢每年的选战。这是由宏观保新报道。